偶呢还带给一种亲情的，他很偶有的呢就连住个诗啊，所以呢我就把这个妈妈信息是会会偶的一个场景啦，我就把这个呢，所以偶好像是那个小路仔一样，是吃到嘴里面沉在心里面，就是各种亲情我是乐乐啊国籍的一个表达想法。这个呢其实呢这个年偶变成一个娃娃了。